动有钱还自动做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安尼个景气拢共啊斗景，啊再讲到九牛，九牛叫风台雷鼓，哦，这个风雨那么大，啊，阮大家拢穿雨衣，啊，搁我讲无牛啊，你唔通安尼滚创地啊，风雨遐么尼大，安尼是要怎九牛？啊，我搁摆一块桌啊，放水果，放啥拢安尼扫，吼，咱个扫到个顶啊，放袂掉安尼扫到，安尼无是要怎？没有几分钟，没雨没风。哇，没雨没风，你刚刚母牛安尼小对，心肝来求，心来求一下，然后母牛就和你的对，就这么悬，连出鼻巧合了。哎哎，那个出鼻头尾，开窗来贴来看。哇，那是神奇。让我们把那个梁，放了龙虎嘛吼，梁家好，两个有徛牛，吼阿阮家有两件，大家拢在打卡波嘛，吼在五两家拢在打卡波，那个。土地吼，迄种土嘛，迄阵还袂整修，那黏贴贴啊，那跳着，大家规身躯，吼，迄真正就是这点，互阮足甘心的，也足感恩的是，母牛的爱，真的让我们真的好有求必应啦。嗯，就是你心啦，感谢，就母牛都甲你帮忙。对啊，都让我们有求必应啊，在那个时候就拜完之后，弄完之后，风雨又交加了。哦，伊要落来啊！就是你来拜的时阵，就和你足平静诶。对，啊，你拜完就开始讲风雨交加过来啊，大家来不及穿雨衣，来不及那个，就来不及穿雨衣了。真正无牛波比呢，所以你伊也没出兵给别人，真正不可思议，真正不可思议。对啊，啊，所以在这个点点滴滴，我就讲无牛，讲无牛，有朝一日谁问世？谁来做什么事，我们都不收回，我哪不敢收回啊，不敢要冲什么，让人随时功德都好，一个金安随时功德，我们都没有，绝对不跟人家专心来奉献奉献，嘿嘿，啊，人来得输呀，输在了马龙，大家拢是自愿自动自发，所以人来就发挥了，啥拢主动自发来的，因拢是有感应的，咱母牛的神奇，才大家才。共同来这边哈，付出。